不是药院的吴少那么喜欢你，林芷薇却选择了这样一个训斥等死的男人。我看啊，这正儿八经的就是脑子亏，你们知道什么？他肯定是林芷薇找来打编排。赘婿替他的小说你们都看过，这么说有道理。如果是这样，想想这男人还蛮可怜的。 老公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为什么？点点。 姐夫，你只顾着夸姐姐，那我给你按的力道怎么样？也很不错。雪莹，开门，看看是谁。我在给姐夫按摩呢，没空。阿姨，这是给您的礼物。 小薇，在干什么？小薇，这个废物除了长得帅，要钱没钱又工作没工作，他就是个米虫，还这么对他。我们怎么对沈浪是我们的事，再说，我喜欢的是沈浪的人，又不是沈浪的。他就算没有工作，我也可以养。就是，我姐姐会养姐夫的，等到我毕业工作了，我也会养姐夫的。 把每一家人当做保姆，让我……你还有钱没有？小薇，我是真的想，只要你答应现在就跟他离婚，我不在意你的过去，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。只要你在家待着就行，不用去找工作。吴勇，你太过分了！小薇他们已经结婚了，厉家有钱是你的事儿，我不稀罕，请你离开。 你要是个男人，你现在就跟我出去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吴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现在立刻跟我家出去！好啊，我也正好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？大哥，别担心。离开之位。 你也太小看我和紫薇了，如果你赢了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，废物！我以后再也不要来打扰我和紫薇姐的感情。你个狼！你只要我一句话，立马就死无葬身之地！你试试。 是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吴氏集团的大少爷。吴氏药业很牛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干什么？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我有钱！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赚钱？警告你，不该得罪的人别走，找个垃圾桶把它丢进去。别！我错了！我错了！哎。 沈浪，我们该回家了。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
我是肯定不会回去的，大姐。这是爷爷的意思。你别跟我提。什么？爷爷有苦衷。姐，不要。好，我会在通市待一段时间，有任何麻烦直接来找我。我先走了。 我一定会把你找出来的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吴永仁呢？刚才，刚刚呀，我和吴勇讲了讲我们恋爱的故事，他感动痛哭流涕，已经走了。那个女孩，是。哎，对了，你。 不然饭了，今儿来奶奶家吃饭，你就带着这些垃圾。你们也太不把奶奶当回事了吧！我现在不想看到，立刻给我滚！堂妹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来看，这可是我从燕京顶级世家沈家买的镇宅之宝，是那个控制着大厦70%财富的堪舆世家沈家。 林公子真是厉害呀！这东西值多少钱啊？你告诉我，不多，也就5至2万。听说，同样是姓沈，人家沈家高高在上，他怎么就是个吃饭家伙？你给我闭嘴！老公，别理这疯狗，咱们去那边坐。就这，还镇宅之。 我看你是想让奶奶早点死吧！废物，你敢污蔑，你是不是不想在林家待了？我污蔑你？这东西叫压官石，里面蕴藏着阴气，放在家里会改变风水格局。奶奶体质差，如果我锁得不住场所，她应该很快就会出事。废物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燕京沈家人了是吧？ 今天敢在这儿污蔑我，必须给我交代，不然跟你没完！爷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吵啊？奶奶，孙子花了不少心思才买来的礼物，这废物污蔑我，说我想害死你，奶奶，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呀！ 沈浪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林飞？奶奶，您问的不过就是污蔑，是吗？你才污蔑！没脑子！对，给林飞跪下，道歉。你误会了奶奶，这跟沈浪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原因，就是我看表哥不顺眼，所以故意让沈浪污蔑表哥的，我也跪下来道歉。话是我说的，紫薇，你不用。 奶奶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一会儿就没事。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把路给我！动手！在我林家的道子，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自己会走，不用。林飞，希望你一会儿不用解释。我们会求你白日做梦。奶奶，怎么了？奶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。 沈浪说：“林飞送了镇宅之宝，会对奶奶不利，这难道是真的？”奶奶，不能走！奶奶，刚才是你赶我出去，
不好意思，现在有点事情。林飞，快，快，你们给妹妹、给你妹夫道歉，跪下来道歉。奶奶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让我道歉？我不。 妹夫，我错了。奶奶，奶奶，谁来了？你给我救救奶奶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花50万买的，你要不要还我，我说你没完。你的意思，你奶奶的命比我这一个破麒麟吗？ 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孙子没有呀，奶奶。你这是什么贱，他根本就不懂分水，他肯定是看奶奶你身体不适，故意给孙子泼脏水呀，奶奶。那倒也是。奶奶，我可气的是，他把孙子的玉器给砸了，那可是孙子花50万买的呀。 50万，什么？你竟然把他砸了！废物，竟然把他砸了，你就给我赔！奶奶，沈浪他刚刚救了你，要死你就给我好好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走开！奶奶，沈浪他刚救了你，您这样做太不公平了！就他个废物！ 能救得了奶奶吗？你们相信他能救了奶奶吗？林飞说的有道理，我看奶奶生前就是有点儿，跟玉麒麟压根就没有关系。我看你是故意摔了玉麒麟不想赔，这事一定是。今天这玉麒麟必须赔。你简直在颠倒黑白！你个白眼狼，我闭嘴！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赔给林飞。 把你干出公司！奶奶，您真是深云大，多谢奶奶。你确定要让我赔给你？废物，奶奶都发话了，你不赔？林侍卫，快点拿钱！奶奶可不是吓唬你。废物，你笑什么？奶奶，既然你，那就眼睁睁的看你的好孙儿去死吧！ 林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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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啥？林飞，你别杀我！林飞，废物，说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林飞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林家不会放过你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他自己被压棺时的阴气所侵蚀，他自己作死。你能救林飞？奶奶，我是能救，可我为什么救活了，再来要我和指挥一口吗？只要你能救林飞，林玉麒麟不用去。奶奶。啊。 不用我们陪，那我可真是谢谢你，指挥，我们走。哎，沈浪，到底怎么样，你才肯救我弟弟？怎么样我都不会救。指挥，我们走。妈，还有什么事？指挥，咱们家你们这一代就林飞一个男孩了。你说林飞要是没了，咱们家的香火就绝了。 奶奶错了，你劝劝沈浪，奶奶现在就跟你跪下。奶奶，你怎么能背叛我们家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沈浪奶奶钱，我们家对不起。只要能救林飞，我宁愿豁出老命，我也愿意。沈浪，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，你就救救林飞，好不好？ 林飞，林飞，醒醒！奶奶没事了。来，奶奶坐。姐妹没事了，宴会就继续。哎。
爷爷，小娟在哪边来？不好意思，奶奶，我出去办了点事情，耽搁了一段时间。老公，什么事情比陪奶奶吃饭更重要？奶奶，燕京沈家大小姐沈寒霜要咱办公室。老公，你去见沈寒霜了？那可是大人物。是啊，我和他在燕京上学的时候，关系很不错。 特地向他要了3张邀请函。奶奶，像这种顶级豪门晚宴，我想你肯定感兴趣。<笑>还是小君孝顺。<笑>老公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小娟真是给我们林家长脸了，厉害厉害啊！姐夫，你也太牛逼了，不仅认识沈寒霜，还能要到邀请函，不像有些人，跟姐夫。 简直天差地别！庞君，你说你认识沈寒霜？我认不认识需要告诉你吗？那倒不用。不过我怎么不知道你认识我姐姐？废物，你吃错药了吧？沈寒霜是你姐，那怎么不上天呢？妹妹，我劝你还是趁早离了吧。这家伙不仅废物，还脑残。够了！ 沈浪没有用过你林家一分一毫，你们谁都没有资格说他。沈浪，你说沈寒霜是你姐，那么你肯定要。你要是没有这几张邀请函的话，我把我的脑袋卸下来，让你当做不是。给我当你，你，嘿，你我不用邀请函，自然有人请我进去。倒是拿着几张假邀请函，要是。 我审字倒过来写，笨蛋的东西！我这邀请函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这是花钱买的。滚！紫薇，带着你这废物滚！以后家族的聚会不要再来。老公，我们走。早就该滚。这个废物在这装什么装？就是，都是女婿，这废物连垃圾都不如。 还是唐军姐夫有出息，云姐，你眼光可真好。姐夫，晚上去沈寒霜的宴会，能不能把我也带上？没问题，真的。姐夫，您真好。贝母，你不是说我们唐军姐夫的邀请函是假的吗？晚上瞪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我们是怎么进去的。 如果你们进不去，我就跪下来舔你的鞋子；但如果我们要是进去了，你就和林紫薇离婚，怎么样？好，老公，紫薇，相信我，我们先走。奶奶，他们说定了，等林紫薇离婚之后。 我来谢谢大乔，让吴少和林芷薇结婚，到时候我们林氏集团又能赚大钱。这不太好吧？那吴少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而且很变态。听说不少女孩子都被他迷住。哼，有什么不好？林家养了他，给他一个帮助林家的机会，那是看得起他。就是。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肯定输定了。紫薇。 还记得今天问了问那个女的，她说是，她为了感谢我，让我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她，所以你的心就放肚子里吧。紫薇，沈小姐，今天晚上包了。哟，你这个软饭王还真敢来呀！我说紫薇啊。 看不出来，你老公挺有骨气的。不过，光有骨气是没用的，你得有邀请函。怎么着？有没有邀请函？我们看一下。怎么？是不是压根都没有？<笑><笑>没有，没有，赶紧滚！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的。紫薇啊，是我当姐姐的说你，平时在家里胡闹就算了，今天这个地方来的可都是些大人物，赶紧走，别惹奶奶生气。 奶奶，你赶紧进去吧，别耽误时间。哎，对了，
你小子可说过，我们要是能进去，你就和林紫薇离婚，等待的已经看好了。你还是坐好，跪下来给我舔鞋的准备。姐，听到这废物说什么了吗？真是笑死人了。哎呀，既然这个废物死鸭子嘴硬，那我们就让他彻底死心。走。沈浪。 你确定他们真的进不去吗？秦叔是邀请函。对不起，你们邀请还是假的？不可能！你们会不会搞错了？是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妈，你们傻逼吗？我说讲究就是讲究，给你们十秒钟，你们要不服。 别怪我们不客气，混账！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把你们领导喊来，让他亲自核对。我的邀请函不可能是假的。哎，他妈的给你脸了是吧？滚！混账！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连我都敢打！滚！别！闹快！妈，老子管你谁？没有邀请函，任何人不许进去。还真被我猜中了，你的邀请函果然是假。 废物，我们都进不去，难道不能进去？现在不是我能不能进得去的问题。来，给我鞋子。给你舔鞋，做梦！你确定不对进去？ 你能打我怎么样？咬我呀！<笑>奶奶，我说过，沈寒霜是我姐，我进去不用留情。你们要是想跟我一起进去，就违背对方说过的话。<笑>你个废物，你要是能进去的话，老子他妈吃屎！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儿别说啊，否则别怪我不孝顺。诸位。 沈浪，咱们真的能进去吗？要不然咱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妹妹，别着急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这个废物口气这么大，如果他能办得成的话，我跟你姐夫一起吃屎。如果说他办不成，你明天就去陪吴少佐。我们凭什么要答应你？相信我，有些人他想吃屎，你不让他吃，不是不给他们面子。可是，别生气，不要别生气。 走吧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这个废物，装的什么时候。我们先生，请进，鲍家代管，您和夫人不用邀请。站住！他没有邀请函，可能就可以进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需要跟你解释。你，保安大哥，还请麻烦，把他们两个带出去，我坐死。 让他们吃饭。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先疯了？今天我要是进去，这些可就要放打鸳鸯了，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来人，来让沈氏吩咐的做。你这个废物，你敢？你个废物，今天这事没完！奶奶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奶奶，奶奶，废物！ 我看你是不是想在林家待着，我立刻放人。奶奶，想要和我们一起进去，就先让我飞，把我的鞋舔干净。废物，你在痴什么说梦？奶奶，我们走。要沈娜说的做，你得认呐。 奶奶，你看看你们做的这些啥事儿？咱们要建设双阳，那是我们难得的呀！你不是不清楚，你再墨迹，我把你赶出林家。我错，我错。哎，沈浪。
算了，今天我暂时不需要。门卫大哥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就让他们先进去。行。奶奶，奶奶，你们进来了。奶奶，今天这个仇一定要报。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的，他们还把我老太太放在眼里呢。啊，大夫，那你有啥办法？顾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这不是很正常？倒是你们两个怎么混进来的？吴少，我们可是我姐夫搞到的邀请函进来的。倒是那个沈浪和我堂妹，我刚刚看到偷偷溜进来了。这么说，沈威和他的废柴男友也在这儿？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有看见？吴少，你不是喜欢林志伟吗？你好，马上给他留个脸面撒娇娇，让他出出洋相。说不准也只会跟你。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？吴少，他们在那儿。喂，进来。走，我们过去。哎呀，王队长，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。这种顶级宴会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。好好查一下，把邀请函拿出来，帮我检查。我不需要邀请函。你们都听听这个废物在说什么。队长，像这种废物还跟他废话什么呀？来人，把废物抓起来，这是保安室。沈乐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别担心，小薇，我跟他们去，很快就能回来。沈乐，小薇，我跟你说呀，这王队长从来可不是善男信女。被抓走的人，他就算不死，也得缺胳膊少腿。我，如果你答应跟我在一起，我可以帮你说说情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哎，臭小子，告诉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这是二手货，在我装什么情啊？你们两个现在就把人给我拖起来，带进卧房。今天我就睡了他。吴少，好大的威风！要不要连我一起带？沈小姐，我真的错了。其实错了，就想让我放了。来人，带下去，给他长点记性。沈小姐，你知道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沈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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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我老公是沈浪，他说是您邀请他过来的。刚才他被那个保安队队长带到保卫室了，还麻烦您帮帮他。知道了。别跟着我。沈浪是吧？好，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进来的。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有你好果吃。我说过我不用邀请函。他妈的，把我们当傻子，哥几个上给他上上课，
什么玩意儿？造孽挺高的。住手！是沈小姐，这个狗杂碎仗着有点本事偷溜进年年会，被我抓住了，差点坏了您的大手，我真替您教训教训。狗狗，再给我骂下去试试。沈小姐，他都我的客人，谁给你的狗胆？沈小姐，都他姓吴的，替我教训人，你也配？沈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。该死谁？作祟的喂鱼。沈小姐，求您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沈先生，求您原谅，都是吴勇那王八蛋出的主意，是他让我整你的。带走。慢着，姐，多少年了，你这脾气还是这样，没多大点事儿，放吧。放了他？就你这样心慈手软，那件事你办得成？我看你还是回家吧。姐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芷薇，你老公是谁？怎么可能会有事情的？也是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嗯，好。有人。神经病啊，都说了里面有人了，还有没有素质，再敲门我可不客气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，妈，你说这老子是谁？吴勇。是你，你信不信老子找人弄死你？敢打扰老婆的好意，这是我们的困扰。如果你想找我麻烦，随时欢迎，但是如果有下一次，我一定坑你，让你好好想想。你陪我拉屎的时候搞东西，你不是个男人。我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没资格评论。给你拍张照片，你要再敢三头四尾，他妈等着上新闻吧！你个废物，你给我打出去！你怎么停了那么久啊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要么开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大家吃好喝好玩开心。哎，老公，刚才就是沈小姐帮我救的你，我们要不要过去跟她喝一杯啊？不用，她一会儿会过来。林飞啊，把礼物拿出来。一会儿见了沈小姐，你给我灵性点，能不能攀上沈家这棵大树？今天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奶奶，你居然把林家的传家宝都拿出来了。奶奶，拿出这东西，沈小姐肯定会喜欢。林家居奇，指日可待。废物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无知。奶奶，这东西你还是赶紧收起来。沈寒说他看不上。是吗？你的意思，你有比奶奶更好的礼物？我能来他的宴会，就是对他来说最好的礼物。废物，真把自己当沈家人。你要是沈小姐的弟弟，他怎么理都不理你？我是你，沈小姐，你弟弟在这儿，怎么不跟他打声招呼呢？真是让人不省心，现在是暴露身份的时候吗？
也罢，谁让我是你姐姐呢？我弟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什么时候还有弟弟？沈小姐，就是他了。沈小姐，这小子不仅说他是你弟弟，还说是您邀请他来，我看就是个骗子吧。好你个废物！哼，你把我们林家可是害惨了。沈小姐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出去！哎，沈小姐，不是您邀请沈浪过来的吗？那对不起啊，我们现在就回来。哎，小狗，你以为沈小姐的宴会他是场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废物！看我今天不要脸！保安，谁说他不是我邀请来的呀？沈小姐，你不会是开玩笑吧？他可是我们林家的废物。我需要跟你们开玩笑？虽然在路上他帮了我一个小忙，我不喜欢欠人情，就答应把他带过来。不过我倒是真缺一个弟弟，要不要认个干姐姐呀？这废物要是能够认沈寒霜做干姐姐，我林家将会有莫大的好处。沈浪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赶快跪下来认个姐姐呀。想让我认干姐姐？想屁什么？沈浪，你这是胡说些什么呀？你赶快给沈小姐认个错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。你要是认下沈小姐，哼，这可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我不稀罕，既然你们这么想，就让林飞去认好，我不介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他。什么？林小姐，这小子不识好歹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认你为干姐姐。姐姐好。还是林飞识时务。是啊，沈小姐一定会收下林飞，到时候咱们林家那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哎，林飞，你可要多照顾照顾姐夫，我们全靠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管。老公，今天沈小姐让你认她做干弟弟，你怎么不同意啊？怎么，当她干弟弟很光荣呀？说的也是，咱们有手有脚的。就是，老婆，我们今天亲热亲热。要不改天吧，我明天要去给奶奶汇报方案呢。那好吧，那我今天可就先放了。睡觉吧。嗯。阿轩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只希望孩子们平平安安的。志伟，你辛苦了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没关系，我精神状态还可以，下午啊还得给海外集团的人请示活动方案呢。宁志伟，你听不懂说话？我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了，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，不用你出面。奶奶，这可是我熬夜做出来的方案，是我的心血。林志伟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属于林家，你所有的成果都属于公司，属于林家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被开除了，公司不需要你这种不服从命令的人。奶奶，你还不快滚！林飞啊，你确定
可以和海月集团对接吗？那这是我出的错呀，我们和海月集团的合同那就全摆平了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文件都是现成的，没有问题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奶奶和游戏不一样？我熬了半个多月做的策划案，奶奶一句话都不说就给了林飞，还把我赶出了公司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太可恶！姐，你别上心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替你出气去。你去有什么用？老婆，你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哭着求你回来的。姐夫，你说真的？你真的能让林飞他们哭着求我姐回去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呀？好了，我一会儿出去一趟，你陪着你姐姐。但是妈好像要回来了，你们不要让她跟着担心。知道了，不过老公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？小薇，暂时保密。姐，紫薇那件事情你别多忙。答应你可以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并且不再调查这件事情。是知道我不会回去的，在那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。那换个条件，给我试，我就答应。你可是我姐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而且你不要忘了，咱俩可是有婚约。说起来是你先背叛我的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姐，你这是为难我。姐，我们两个之间你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你，不如你就答应我。沈寒说给我下药，可由不得你。长进不少。还不是姐手下留情了。手下留情我可没有，你的事儿我帮。谢谢姐。海月和林家的合作我需要介入。叶总，我来了。总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沈寒霜小姐，她听说了我们的项目，想要投资，希望你们不要让她失望。沈小姐，我在你的宴会上见过面的。沈小姐贵人多忘事也是正常的，我给你讲解一下我这个策划案，这可是我熬了好几个月才做出来的。真是的。这次合作，我们连失败都停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照着念？这是你的心血，难道你就不能说说你的理念吗？沈小姐，我的理念，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租给你。我不要听你租用什么，我是要听你的理念、你的灵感，跟你的想法来自于什么？沈小姐，我的理念，我的理念，沈小姐，我昨天熬夜熬得太晚了，思路有点乱，要不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合作方案？不是，你是不清晰呀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懂？我看这方案根本就不是你，你好大的胆，可拿别人的方案出来冒充。林飞啊，
之前跟我们对接的好像不是你。他生病回家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如果我再见不到这个方案的主意，你们林家会等着后座死。师傅，别走了。哎呦！你说林飞能行吗？奶奶，你就放心吧，林飞一定没问题的。奶奶，你就安心的等林飞的好消息。奶奶，出事了没有？我今天早上去海燕，看到沈寒霜了，他发现策划案不是我做的。他说，明天早上9点必须要看到策划案的真正主人，不然就让我们赔偿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我早就跟你说让你认真的做功课，敷衍了事，现在出事了吧？这要是拒绝，我就把你赶出林家。奶奶，我错了，奶奶。奶奶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林芷薇请回来。对，我现在就去买礼物，把林芷薇请回来。奶奶，你放心。我现在就去领纸杯啊！来，这个就是。小飞、云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有点事儿找紫薇。那快进来。林紫薇，公司有点事儿需要你。紫薇都辞职了，公司的事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林家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轮到你？呸！谁说我姐夫是外人了？你们两个坏的冒烟的，立刻滚出我家！我们这儿不欢迎你们。林雪岩，敢跟我这样讲话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姐，他打我！小飞，你怎么打人？打人？我这是在叫他爹死的早。你要给我出去！现在我们滚出去，是不是太便宜了？给你们脸不要是吧？芷薇，奉劝你一句，你飞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一旦动起手来，不但沈浪要进医院，你妈和你妹恐怕也要遭罪啊！你们真的是欺人太甚！你们夺取了我的劳动成果不说，还把我赶出公司，怎么？现在需要我了，又想用暴力手段逼我回去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作为林家人，就应该敬业。你也知道，你哥我呀，耐心有限。你要是不跟我回公司的话，给你三个数，我就动手了。三二，就是你。也敢威胁我！我劝你现在立刻让雪梅把二公打回来，我还能放你们离开？否则，你哪只手打的雪梅，你就废了那只手。姐，听到这废物说什么了？老子可是跆拳道黑带，一只手就能把你打趴下。你就不是彪我了。跆拳道黑带是吧？吓人是吧？你装逼是吧？雪莹，刚才他怎么打你？给我打回来！废物，你们敢？跟我！雪莹，动手！敢打我？有什么不敢打你的？林雪莹，你找死！林芷薇，你确定要让沈浪这么胡闹？你是不想回公司了吗？还要跟着他出手？那个废物也不是你教的。我回不回公司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再说，你们都这么近，我凭什么让沈浪出手？你，林芷薇，回去告诉你，要想让芷薇回去，他自己过来请。
妈，姐，小浪，你打伤了林飞，会不会有事儿啊？是啊，姐夫，奶奶很疼林飞的。放心，不仅不会有事，他还会亲自过来求你。奶奶，这不怪林飞，都是那个废物，根本不讲理。是啊，奶奶，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呀！你看，我这胳膊都断了。为你主持公道，无能的废物，能出这档事儿吗？奶奶，你别打了，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只能你出面教训他们了。白痴！奶奶，你难道真的要去亲自找林子薇吗？你不能这样说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去，带着这废物一起跟林子薇讲。小浪，他们真的会把你奶奶请来？哎呀妈，相信我姐夫，他说会就一定会的。就算奶奶他们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不怕他。你知道什么呀，死丫头，如果奶奶真想针对我们呀，我们很快就会无家可归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们流落街头的。他们来了，去开门。雪莹啊，不请我们进去坐坐？那要看您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还是真心来请姐。林雪莹还有尊卑吗？怎么跟奶奶说话的？死丫头，你真是！爸，快进来。你不是说我们做梦吗？奶奶怎么你雪莹，志薇啊，只要你回公司，林飞的策划主管的位置啊，就是你的了。奶奶，我的位置给他坐了，我做什么？我不愿意。你给我闭嘴！志薇啊，只要你回公司，你给奶奶提什么要求啊，奶奶都会满足你的。奶奶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以后林飞赢，另外我们家马桶，我买了几袋狗粮的，我帮助我。废物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有你说话的？去，按照沈娜说的做。奶奶，还要让我再说一遍吗？去。任思文，你家马桶橛子呢？家里没有，你用手吧。姐夫真解气。这笔车我给他记下了，回头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。我操，这是狗粮？雪莹，沈浪，错。志薇，你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志薇，这行吗？明天早上九点，这个没迟到呀。所以他这个，你就是策划部的主管了，他们以后呀就都归你了。孩子，走开！快点！明白。
沈浪，你是怎么做到让奶奶过来请我回去的呀？是啊，姐夫，快说说。我就是找了沈小姐，请她帮的忙。你看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指挥还要去跟海月对接呢，暂时先。林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姐，我们不能再让那个贱人骑在我们头上，他放什么东西？哎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可以让奶奶更加讨厌林晨。欢迎主管。哎呦，林主管，您辛苦了，我代表公司员工向您表示感谢。你们这太客气了，真的不用。哟，林主管好大的威风，就算是奶奶也没这么多人接吧。真佩服，林志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多人给你鞠躬，你受得起吗？不是的，奶奶，你误会了，不是我安排的，是林飞他。林志伟，明明是你说你签到了合同，我要好好训诫。够了，什么事儿你都赖在林飞身上，以后这种事儿啊，别让我看见。看见，我就让你滚出公司。还在放着干什么？回去上班。林芷薇，我失去的，我，这些都是你安排的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喂，老婆，一切还顺利吧？晚上要不要庆祝下？挺顺利的，那就去金像阁吧。一会儿我下班了，去订位置，你记得去接雪莹放学。顺便把妈一起带过来吧，我先忙了，先不说了啊。喂，姐，你给我送辆车，最普通的那款就行。我这会儿忙着，让海月总经理叶德海亲自给你送过去。以后像这样的事，你都可以找他。哎，行，谢谢姐啊。谢我。以身相许，你答应吗？那啥姐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，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，你让他给我送过来就行。燕子，你来啦！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男朋友，是海月集团副总经理叶成，今天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有人来接。姐夫，你来啦！这就是你那个废物姐夫呀，听说是个专业吃软饭的。采访没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姐夫可不是什么废物。你怎样？不是我看不起你这个姐夫。你看看他这个年纪都一事无成，出门就知道骑个破电动车。你看看我男朋友同样的年纪，你看看他开的什么车。我姐夫开什么车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啊。要是你过几个月说不定就要被人甩了。我不可怜的，你怎样？说什么呢？你嘴怎么那么贱呢？你你再敢动他下去。阿强，你看这个废物在欺负我！你们两个立刻给我跪下道歉！我再给你算账，我罚一罚。李先生，您的事。啊，是你，是的，现在就给你交代。来人，我骂你！别慌，爸，爸，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爸。沈先生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原谅我吧。原谅你？你刚才可不是得罪我，现在给我当心，拿出你刚才的姿态来，
啊，我过来看看你男朋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错了。姐夫，你不会真的让人家老爸杀了自己亲儿子吧？你也太残忍了。再说，人家也没有怎么我们呢。叶总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杀他了。叶先生，谢谢沈先生，以后再有差遣，我在所不辞。李毅，时间不早了。好。沈爷，刚才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姐夫的事情我做。放心，姐夫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您好，小姐，里面有空位，请您跟我进来。小薇，我去趟厕所。嗯。叶先生，吴总在这边，请您跟我来。哎，叶总，行行行行行，行，走。怎么了，吴少？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咱们两个的关系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问，只要我办得到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既然叶少就这么说，我也不担心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之前有一个仇人就在隔壁，他之前卖了私情，手里还有让我难堪的照片。这种事。你再找个人去隔壁报警，好好教训教训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乖乖的把照片给我交出来。去，好，好好使。少，来，放心吧，我这小弟呀、特别厉害，一定会给你报应。哥。让你非得罪了吴少啊！先生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弄错了。吴少现在就在隔壁啊，赶尽仇人，主要让你去还钱。对呀，是我。怎么了？子夜啊，我劝你啊，赶紧把吴少的账款拿回来，否则你退。这恐怕是办不到。傅玄子老太太金杯我，喊天乐正逍遥啊！给我回来！啊啊啊！上啊！你们先吃，我去。姐，你跟妈吃，我也吃。姐，你给我坐下来。你姐说的没错，这个时候你别去添乱。真的。我那是担心姐夫。好了，看看。爹，吴少，放心好，今天得罪你的那个家伙，只有躺进医院的下场。那就多谢叶少了。来，走一个。沈总，等你被打飞，到时候你就看看我怎么玩弄你的老婆。是你，沈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知道你打的是谁的人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叶大夫，海月的副总，打过你。既然你都知道他是谁，你还敢打他？我告诉你，
如果你现在就跟他离婚，嫁给我，我愿意帮你。他下辈子只能做回妻。吴泽，你派人去我们隔壁包厢找事，现在还威胁我们，这还是人吗？小子，好的很，我已经给过你钱，那就怪不得我。叶少，这个废物敢当众羞辱你，今天你……老实点，你怎么这么说的？也无所谓。个狗东西，敢利用我来对付沈先生，狗胆包天！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！你还敢对沈先生出言不逊？他连沈小姐都看好的人，还想让我对付他？沈先生，怎么处理？他不是要打断我的辞职？对他辞职！浪哥！我知道错，你放过我吧。我放过你。如果今天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我真的知道错。小爱，我求你了，你让他哥放过我吧。老公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他毕竟是我同学。听到了没有？还不快滚！那废物怎么会认识叶城？我知道了，你让我查办那件事情还有一段时间，再等等。那就继续查吧。有什么发现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关于林芷薇的事情，林氏跟海月合作的展会报价上，可以做做文章。林芷薇、沈浪跟我们都不自量力。今天在金香阁，叶城说沈小姐很欣赏你，是不是那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你别多想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咱们睡觉。喂，绿云，展会的报价单做好了吧？你送进来我看看吧。去，这报价单也太贵了吧，这好多东西都没有必要呀。你要不再拿回来重做吧，这个预算不能超过30了。林芷薇，你当了主管之后就飘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方案我会重做，而且我已经跟海云那边报过了。他们不能怀孕了。什么？谁让你自作主张报出去的呀？反正我都已经报过了，如果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的话，就不要当主管了，趁早滚。奶奶，敲门了没？出去。进来吧。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徐慧平时是怎么教育你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奶奶，这个是海月集团的报价单，请来公公。林子文，你怎么做事儿？一个小会展，预算就要200万，你以为公司心里超级呀？不是的，奶奶，这是凌云他做的，而且他做这个连跟我商量都没有商量，就直接报给海月展会了。现在还说那边已经同意了。闭嘴！作为主管，你还推卸责任啊？我跟你说，200万的预算公司是不会给你出的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如果你要是搞不定呀，你就用你爸生前留下的股份做抵充。林芷薇，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现在只有吴氏药业的吴勇。明晚9点，皇家公馆酒店。喂，吴叔叔，什么事啊？芷薇，你现在有没有空到我家来一趟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否则也不会麻烦你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这是。
不要杀了我！终于被我找到。他应该不是杀死我爸妈的凶手，但他身上有同样的纹身，必定和真正的凶手有些关系。沈先生，我刚得到消息，今天晚上吴氏集团的少爷吴勇设了鸿门宴，企图对夫人不利。又是这个吴勇，敢动我老找死！替我把皇家公馆买下来。来，主任坐这儿。你来了，之前合作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多谢吴总。不用谢我，如果真的想谢我的话，就把这杯酒喝了。对不起啊，吴总，这个我真不会。是的，今天吴老板可是来帮你的，这酒怎么也都得喝，而且这可是200万的项目。是啊，主任，你就放心喝吧，有我在呢，我可送你回家。哈哈哈！好酒量，好酒量。林飞，你现在去车里帮我看一下文件，我要和芷小姐单独聊一会儿。芷薇，芷薇，芷薇，吴少，那他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答案你们的事儿。我一定会做到的。那就多谢吴少了，就先走。林芷薇，我不仅要你没了身子，还得破坏掉你的展会项目，好好享受吧。哎，今晚啊，展会好好疼爱疼爱你。好了，这一天等很久了，终于如愿了。你干嘛回来呀？你竟敢打我！你给我打住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当着你面睡一老。来人，给我打断这狗杂种的腿！丁经理，几个狗杂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来的，我得下辈子坐轮椅。哎，老子！丁经理，快让他们住手！他们人了！吴少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告诉你，如今的皇家公馆是沈先生的。沈先生就是我们现在的老板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就是个废物，这不可能！还敢对沈先生出言不逊，给我往死里打！知道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。把他给我带。是，给我出去丢掉。老公，我真没用，我连200万的投资都拉不了，还大言不惭的说要养你，现在将我爸留在公司的股份都卖出。好了，别胡思乱想，好好休息，一切还有我呢。
喂，姐，帮我联系几家公司到林氏集团投资。九薇，今天我跟你一起去公司。林飞他们肯定会用昨天的事找茬的，你去的话他们……没事，走吧。姐夫加油，今天好好给我姐出口气。OK。OK。林子薇，昨晚什么情况？让你好好陪无上，你倒好，叫这个废物无上打你。你是不是完全不把海月集团放在眼里？你还有脸问？你竟然安排吴勇那个人渣设计我！好你个白眼狼呀！我们是为了你考虑，你竟然狗咬吕洞宾。奶奶，我们是一片好心啊！我知道，林志伟，我不想和你废话。你既然凑不到200万，那就把你爸在公司的股份拿出来抵债。你们家的房子也可以卖了，正好2万。奶奶，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赶尽杀绝？你爸当年干的那些事儿也不是没有，这些我已经很照顾你们家了。滚！从此以后呀，你们再也不是林家的人了。确定让指挥离开的事情？废物！你他妈是聋子吗？还是奶奶说的话不够清楚？立刻和林子薇给我滚！奶奶，我再问你，你确定要让指挥离开的事情？滚！都该滚的！谁是林指挥？把他喊出来！对，把林指挥喊出来！这天一集团的女总，法海制药的周总，这可都是多一多脚就能让通事地震的大人物，他们这是……哎，奶奶老总，今天上门有何贵干啊？奶奶，这两位老总一看就是大人物，肯定是这个林指挥又在外面找麻烦了。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赶快给二位跪下来道歉！不要再连累林氏集团了。我没有。什么时候了？当着我面，你还敢打我？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？奶奶，这个废物敢打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混账东西，还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二位。今天对他们俩要打要杀的，我绝不插手。要打要杀，看来你是误会我了。今天我们是找林小姐来谈广告合作的。对，我们是找林小姐谈合作。林小姐，我们天一集团愿意花200万全部。老王，你一个人把它全买完了，那我来干什么？林小姐，我出500万。你这不逼我吗？这样，林小姐，我出1000万。1000万呀！哎呦，志威，你二位老总如此盛情，你赶快给答应呀！答应，奶奶，您不是都把志威赶出林家了？志威为什么要答应？这是给脸不要。两位老总，这个项目我全程都在跟着，你们找我也是一样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只认林小姐，她既然被辞退，那我们也告辞，真是让我失望。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通氏所有企业和林氏集团断绝一切关系。哎，老总，等等，哎，志威啊，奶奶老糊涂了，奶奶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就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原谅奶奶好不好？原谅。指挥，我们走。指挥，
我又是怎么样的让你俩原谅我？怎么样能让林氏和二位老总合作呢？很简单，林飞、招惹谁，让他们给紫薇会下道歉。想都别想，你在做梦！让我们给林芷薇道歉，他配了。沈浪、林芷薇，你们两个就是个畜生！奶奶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一点都不体谅，又不怕我遭雷劈？你快闭嘴！快给紫薇跪下来道歉！你们俩的职务呀，也暂时撤销。奶奶，怎么？我说的听不懂？看在咱们是林家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就是啊，姐，原谅我们吧。是吗？紫薇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算了，下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老公，那些人是你找过来的吗？我找沈小姐帮的忙，现在合同也落定了，你先忙，我走了。爸，妈，我一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给你们个交代。是你，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我有事情。你是？进去说。你是沈傲的儿子，和你爸。别在我面前提我爸，哼！不让我提你爸，那你爸来找我。你接近紫薇想做什么？你是来复仇的吧？沈浪，你知道你爷爷为什么这么多年干兵，还要甚至隐藏你的身份，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。今天我可以饶了我，你觉得我怕死吗？小子，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。走吧，我还会再。林家既然也和我爸妈的死有关系，这么说来，紫薇应该也知道些什么。喂，兄弟，什么事？沈先生，有空吗？我有几个兄弟想和你认识认识。虽说如今父母的死有了些头绪，但看爷爷的态度，以及黄仁义的态度，显然事情不简单。如今能够结识一些人，接下来做事也要方便许多。行啊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部长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。好，沈少，咱们再喝一个。哎呀，三哥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什么话？我不是你推过来啊，三哥，今天确实有点事情麻烦你。咱俩的关系不麻烦是不是有点太假？有什么事说。三哥，我
我想找你借钱的人，我要请他靠。等事办完以后，我必有重谢。哎呀，阿华，带几个人跟吴少走一趟。是，谢了，三哥。沈浪，这次我就要弄死你。你妹怎么现在还没回来？打个电话问问，看走哪儿了。喂，想救林雪莹，那就一个人来东郊仓库。如果你要是敢报警的话，那就来等着给他收尸吧。好，马上去。林妈，我打不通。哎，没事，刚刚雪莹给我打电话了，留个微信。真不让人伤心。老公，那我跟你妈去。不用，老婆，你在家多陪陪妈，我一会儿来。本来呀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呀，就找抓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陈子，放开我！放下吧。今天呀，想你好好说一声。兄弟，能在我面前动你、我告诉你，我是走不了的人，但是我有事。你在我身上下十倍、百倍来奉还。你要是过来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吴勇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动。我劝你妈，我告诉你，要敢往前一步，我立马就杀了他。我上，打断他的手脚。别一下，对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还手啊！姐夫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了。雪姨，你别哭。像这种废物，姐夫一只手就能解决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和我单挑。单挑？沈浪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现在我人多势众，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啊？沈浪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玩你的小姨子。三爷不好了。怎么事儿？毛毛躁躁的，成何体统？慢慢走。三爷，你现在带着我们的人对付的人，竟然是沈先生。把话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三爷，吴先生带着我们的人在东郊仓库，对付的人竟然是沈先生。我要老子弄死你！叫人去东郊仓库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你就跟我姐夫堂堂正正的打。不许我陪你，帮他走好不好？不好。沈浪，我告诉你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不仅要玩他妹妹，就连林芷薇也会沦为我的玩物。你会玩的吧？老三啊，瞎了你个狗眼，沈先生你都敢动啊？你老不趴这儿？沈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来人，给我把他们的手脚打断！三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老总，徐三，真是。
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，你给我100个大嘴巴都不敢来。你给一个满意的就行。不用了，先生，我会自己亲自去。再三的挑事，你真以为我好脾气吗？我跟你拼了！许三，我希望不会再有下次。沈先生放心，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什么呀，刚才我都说我也不明白啊！小娜，这是出了什么事了？妈，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我姐夫为了救我，他才受这么重的伤的。哎呀，没什么大事，我不都平安回来了吗？也没怎么样。都伤成这样了还没事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老婆，这儿。吴总，你要做心理准备，打你儿子的人太狠，即使活过来，有可能变成个傻子。林指挥，沈浪，让你们林氏集团破产，把你们费尸万段为我儿子报仇。老公，那个废物今天真的死定了。徐三手下都是一些亡命徒，他必死无疑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没了那个废物，林芷薇就得认我。林氏迟早落入我们手中，只要我们掌控了林氏，那你和你背后……有些话不能轻易。我明白的。那我们明天就去找吴用谈一谈，把林芷薇嫁进我们家的事情。这样或许能够引出背后那个人。今天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吴勇他再怎么恨我，也不可能有胆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绑架雪莹。喂，帮我调查一下今天林水莹被绑架的细节。稍等，沈少，我们查到这背后竟与一个叫黄仁义的男人有关系。好，我知道。黄仁义，看来我还得来找你。黄仁义，有人打算杀了我，把芷薇嫁给吴勇那个杂碎人引出。如果芷薇出事，我绝饶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终究还是来了。你想问什么，就问他。现在展出已经开始了，我们今天最重要谈的无非是这个明星的邀请问题。吴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老东西，你少给我装！老子今天来就是向你们林氏宣战。吴总，你可别开玩笑，我们可是一直想和吴氏药业合作的呀。
何不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林芷薇和沈浪交出来，老子让你们林氏集团彻底破产！芷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呀？你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呀！林芷薇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就是林芷薇，你老公可真厉害，不但为了我儿子，打成了傻子。你的意思，你想害死林家呀？没有，我错了。这是你错，你随便处置。不过我错，还请你放过林氏。邵副总，这个事林家哥跟我们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沈浪和林芷薇，随便你给查。沈浪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老公他绝对不会乱动手打人的。他给你儿子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阴阳逆气！告诉我，沈浪在哪里？我知道在哪儿，我给他打电话啊。爹，喂，沈浪，我现在不管你在哪儿，马上给我滚到屋子里，不然再也别想见林子明那个贱人了。林飞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芷薇，我让你后悔做人。废物，你他妈吓唬谁？啊？给你半个小时，马上滚到公司来。放过我，我会告诉你一些消息。黄仁义，就凭你还想和我们同房间？关于沈家。说，沈傲的儿子已经知道了你们的消息，并且有了覆灭你们的能力。就凭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，想覆灭我们，痴人说梦。如果加上沈城祖呢？如果你的消息有误，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的。找东西，你自己闯祸就算了，还要连累我们林家。你知不知道吴总一句话就能让我们林家破产？吴总很厉害，我看你好像很害怕他。你竟然敢瞧不起吴总！吴总，这废物来了，要杀要剐，任你说。你就是沈浪。吴总，打我老婆是有的。你做好心脏工程，就凭你也想让吴氏药业倾家荡产？吴总，我不行，但不代表没人可以收拾你。你儿子自寻死，没想到你也要过他的后尘。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好不好笑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步我儿子的后尘。沈浪，你这个废物胡说什么？脑子有病啊？想害死我们林家？沈浪，你在痴人说梦。林子薇，我告诉你，你和这废物要是害了林家呀，你和你妈、你妹妹休想都过好。奶奶，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？你们是一家人。这废物他惹了吴总，又给我们林氏集团惹了这么大的祸。看看，好像都不看好你。我都是很好奇，你怎么让我吴氏集团倾家荡产？动手灭了吴氏集团！你一个电话就想灭了我吴氏集团？你是没睡醒吗？什么事？吴总，药监局和卫生局突然有人来查工厂，我们一些地方如果被查，一定会出现大问题的。你先应付，我来想办法。吴总，出大事了，银行刚来电话，全面停贷，我们账面上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吴总，市场大量抛售我们的股票，现在我们的股价已经跌停了。你看看，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？先前怎么打我老婆？既然就让我老婆怎么还回来？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，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。既然你给脸不用，也怪我。吴总，少爷被人按在厕所里暴揍的画面被人全网发布到网上，如今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啊。你认错，我老婆十倍还回来，我才可以放过你。李先生，李小姐，我错了。几位，天天他怎么打你？现在十倍给你回来。沈浪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那好，再有下次，不仅吴氏集团会倾家荡产，家人整个被我活埋吧！滚！好了，你们走。帮着外人一起，你们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几位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对付林家。楠楠，你看那废物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蠢货！气死我了！老公，那个废物必须除掉，不然这林家恐怕要逃脱我们的掌控了。先生，有何吩咐？王仁义的下落查出来了？快先生，还没有。此事暂时搁置，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对付沈浪。是。沈尘祖想要为你儿子儿媳报仇，做梦！喂，志威，不要怪皇叔多嘴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老公。王叔叔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。总之，你记住我的话。王叔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沈浪怎么会害我呢？小薇，姐，哎呀，沈浪，你认不认识黄仁义呀？黄仁义找指挥了，他父亲和黄仁义之间以及我父母的死是否有关系，目前还不能确定。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黄叔叔主动说起你，你们必然打过交道。沈浪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没事，我不认识就算了，我以后不会再问了。小薇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啊，没有。我先去洗澡了。老妈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妈，怎么了？你跟我来。妈，这是当年的事儿。我以为结束了，
昨晚听见你和芷薇的话，我知道当年的事儿还没完。妈，爸和黄叔叔为什么认识我爷爷？他们身上为什么有一模一样的纹身？你爸和你黄叔叔是师兄弟，至于这上面的老人是你爷爷，这我不清楚。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爸和你黄叔叔绝对不会害你父母的。那是当年我亲眼看见。孩子，有时候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。如果真像妈所说的，那当年我父母的死，不，不，不会是爷爷的，虎毒还不食子。不。计划可以开始了。是。该解锁了。喂。芷薇，到东郊外来一趟，我有重要的事找你。好。林飞来了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们走。林芷薇在我手上，不想大死。一个人来观音山，终于懂了吗？喂，姐，他们有所行动了，通知爷爷。不管爷爷是不是有问题，这次所有的事一并解决。川渝世家沈浪，黄浦庄的弟弟，没想到老婆，哈哈哈哈，你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还有时间关心你腿？看你黄叔叔，那是看你爷爷这个不是。沈浪，你屡次羞辱我和云云，阻止我们谈婚，真以为我没办法对付你？你不仅要死，林芷薇也没有想好的下场。动手！小子，你以为我就这么就是一个？我知道你的手段可能只是这些，那你用什么招数？无非就是拿纸位来威胁。哼，就这么简单？我还没说完。就是这个。今天来对付我也是他们指使的。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不愧是沈长谷的孙子。你就是光照会的首领，杀死我父母的真正元凶。哈哈，聪明。今天我要打死父母报仇。你爷爷报仇当时无可恋，这些年来他也不能奈我何，就凭你。再说了，你父母的死他也无可恋。住嘴！你个废物，你最好放了我，你要是杀了我，林芷薇也活不了。他怒了，那个他说的没错吧？你杀了他，林芷薇，你爷爷，你爸妈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背叛了光照会，他们死不足惜。今天还想来找我复仇，
我会让你像你父母当年那个样子，一点一点敲碎你身上的骨头，一刀一刀脱掉你身上的肉。够了！够了！还不够吗？当年你应该看到黄仁义怎么折磨你的爸啊！我告诉你，是武迪他们那样做，那叫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，都他妈的舒服。畜生！没想到你小子不知道竟然还这么厉害，杀我父今天百倍偿还，废物！说你现在立马束手就擒，看到连指挥是怎么死的。想叫我报仇，下辈子吧。我知道你跟你老婆的感情，一面换一面，你肯定愿意。是吗？沈寒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你就得问问他了。你竟然敢背叛我！背叛？我一直都是沈家的人，沈辰祖是我的师傅，臣服于你，不过是等待今天为我的师兄们报仇罢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沈长祖在光照会安插人手，你小子已经掌握了动摇光照会根基的话，都是假的啦。真是好算计，只是你愿意用你老婆的命作为杀死我的代价吗？用我老婆的命当代价，就凭你们？什么？你以为我们在吓唬你？虽然黄仁义背叛了我们，但是你认为我们会信任黄仁义？没得选，是吗？你可以打电话看看，他能不能杀死林指挥。看来你真的不在乎林指挥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们是怎么折磨死林指挥。怎么会？你龙叔，我什么时候把他调换了？在黄仁义给我老婆打电话的第二天，知道你是第二代对付你，我们自然不能想得太早。他们终究还是来了，也罢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当年你父母的死，黄仁会有直接的关系。黄仁会和我爷爷能亲近他。先生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打电话给我老婆。知道你要动紫薇，我立马就给沈浪打了电话，沈浪立马就做了部署。喂，紫薇，到东郊外来一趟，我有重要的事找你。很好，想不到我今天竟然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，想杀我？哦，那就试试。小子，你是不知道小子是我正在想去的。小五把我给受伤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留几手，怎么？现在可以去死了！慢着，姐，
这么杀了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？况且他死了，你不得坐牢啊？把他交给我，我会让他后半辈子都活在痛苦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，都是我鬼迷心窍。沈浪，这怎么说？咱们都是一家人呢。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。姐，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父母和爷爷曾经都是光照会的成员，却因为厌恶了光照会的行为决定退出，可是他们手握机密被赶尽杀绝，还好爷爷窜逃了。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，总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见你。爷爷，我把人带来了，光教会的人已经被我们诛杀了。不错呀，我确实低估了你的实力。不对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我爷爷呢？当年的事。爹，我们躲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他们找上来了。我和几个师兄弟已经决定，我俩死了，你和小峰才能有活路。师父，小姨，我老了，他们两个死了，我和小凤不会有什么事。可是你和林轩，师傅，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听你。爷爷虽然做了诸多布置，可没想到你居然能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。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爷爷当时虽然人走了之后，却拿走了可以动摇光照会最根本的东西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光照会首领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轻生。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玉玉，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？姐，该回去接应老爷子。石威，这就是我爸。当年我爸妈和我爷爷同赴光照会，光照会觉得他们废话，就要杀了他。幸好我爷爷年纪大，才被他们放了。我在我爷爷的安排下，对不起，好端端的你，我之前你跟我说你是沈家人。事情我已经帮你做了，为你儿子和儿媳妇报仇了，我是不是可以恢复身份？恢复身份？小什么了？这样以为我是沈城主？你不是沈城，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真的是
光照会的首领。